चाइना की राजधानी समेत 15 शहर में बाढ़ आने से मेट्रो ट्रेन में भी पानी लोगों के कंधों तक पहुंचा।都直接寂静了，走，敲到翻了，开始闭着路啊，那个敲。战地记者来了，东门正大东门真的是海啊，我操，真的他妈是海啊，那个车飘起来了，我操，见过这架势吗？我操。赶紧穿鞋，小姐，像不像拍恐怖片儿？我的天哪！拉着东西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孩子，一个父亲。呀，我靠啊！不要进！我们现在困在地铁里边了，那水已经很深了，我们地铁里边已经到腰了。大家能看到朋友圈的话，帮我们报个警。我们在沙口路，我们离沙口路很近。沙口路地铁口五号线，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，转发一下。再一波。